来挑一下今天要穿的衣服。哦，对，因为今天是那个花招活动，所以我想穿的花一点。我挑的是这件藕粉色的长衫。对，它是那个树领大襟的长衫，然后配的是大袖。像这种的话，平时我就不太会穿出门，然后就趁着有活动，我就赶紧骚一把。然后呢，这件长衫单层是有点透的，所以我在里面还配了一件别的长衫，就是这件也是粉色系的，然后它在下摆这里是带一点花的。然后穿的时候呢，这里下摆这里的花就可以透出来一点。是我非常喜欢的闷骚。今天的裙子配的是这一条灰花织。出门啦，这一箱棉花糖就晚上回来再拆吧。大家好，我捕捉到一只夏蓟，往那边走是吧？那边走，知道，跟你走，行行吧。来，小老弟。刚刚我们碰到了社团的小朋友，然后他们说那个花招活动已经结束了，还是来晚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随便的逛一逛园子。你要视频拍花吗？我还有花呢，我怎么看不到花？啊，这花太远了，现在都还没怎么看。这个白色的袋子是什么？花就好看，这棵玉兰好大。是啊是啊，但为什么玉兰现在才开啊？这里还是花苞呢。我不明白，你猜到了吗？去吃个小笼包。那大金吗？啊，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大金吗？啊，是的，我也想要。知道。弹琴。
你为什么对着他瞄？我没有对着瞄啊。好的。干嘛？你要去干嘛？超凶。那个温水生活中他很顽皮啊，超凶，喜欢跟人玩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去栖霞楼。哦，上一次去栖霞是十年前，希望它没有倒闭。既然你记得好吃，它应该不会倒闭吧？你夹吧。瞧瞧这条裙子和这件长衫，多么的绝配啊！是啊是啊，简直是一对。是啊是啊，对对对对。突然不想要外面这件，这样也蛮好看的。那你脱了吧。好舒服的太阳。我想躺一会儿。你要铺一个大圆吗？铺看吧，我觉得松鼠可能铺不成那种大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像一个蝴蝶结。好的。来给大家打个招呼。看这松鼠好好看哦。是啊是啊。我也有。哎，怎么你那个书法我？惠风合唱，天朗气清。乖乖茶吧，还有要不要瓜子花生吗？嗯，不要。我好想过这样的退休生活，来给你加水，我最好有个院子，有个园林。你有钱吗？没有。来，我们从园子里出来啦。我们现在准备回城，准备进城，我去吃个晚饭。吃什么？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我们吃完啦，然后现在在回家路上，一会儿到家之后还要拆一箱棉花糖。我回来了，我可以拆快递啦，剪刀呢？出来了，明信片，一件是那个苍青的蕉岭短袄，一件是朱红的树岭短袄。你看，哇，就这样。你干嘛？我扣的这个颜色。哦，哪里一个颜色啦？你走啦，再见。我让他帮我护理做的是软衬，所以就这样软，这样软，不是硬衬。我嫌那个硬衬太硬了。就这样，啊，没什么好看的，一会儿上身试一下就行。然后这一件是朱红，我改了那个藏蓝的内衬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苍青我一常做的是65，然后这一件朱红我做的是75，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翻车。我现在开箱都怕了。我的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，就这样吧，我上身穿一下就行了，细节不排了，反正它是个随便的开箱。好好看啊，这个颜色。好好看哦。看你那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。好好看哦！你这很假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么好看！我那个胸围放量
十，我要求放的是十还是12来着，我忘了，不是十就是十二。那你好像消亡弹啊，你的配色好像消亡弹，有混凝土的感觉。金属混凝土啊，那换条裙子就好了。那也很。这里还性冷淡吗？一点点那个锈的铁板。这个立领看上去还行，然后我领高做的是前六后七，跟我那件粉长衫是一样的，然后领子的这个放量应该跟粉长衫也差不多，就是这样。哇，这个放量其实比较适合翻下来，如果不翻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大，有点桶。然后翻下来还是蛮好看的，正好露出来这个蓝色的内衬。我应该换一条藏蓝色的码。然后这一件胸围放量也是十还是十二来着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